现在呢，前局系的大将好涉光电弊案的人呢是谁？台盐绿能的前董事长陈启玉，他现在是凭空消失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到陈启玉，他就是涉嫌掏空台盐11亿。之前吴宝请回高院跟裁，台南地院在昨天召开了羁押庭，但是他人并没有到庭，所以检警找人二度扑空，那么最快在今天就要发布通缉。好，那陈启玉他其实过去担任过议员，还有立委哦，更曾经被时任的高雄市长陈菊延揽出任高雄市的副市长，随后转任台盐董事长。那去年被曝违章农舍，他就退出了民进党。如今又被爆出他现在是卷入了光电弊案，而且他目前是行踪沉迷的。所以有人就爆料说啦，陈启玉其实很大的机会，他根本已经不在台湾了。以他在高雄的实力跟人脉，如果真的有心想要偷渡，其实并不困难哦，而且不排除已经从高雄坐筒子出境。而且现在偷渡的行情大约是80万到100万元哦，那陈启玉他应该是不缺这个钱，更何况呢，诈骗集团数十人都可以搭船出境了，何况是前副市长，要搭快艇出境的话，好像也不无可能。好，但是呢，国民党立委谢龙介在10月23号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有提醒了法务部这边了。他在质询法务部长郑明谦的时候，他就有说有接获了一些情报，有一名牵扯到弊案的绿营大咖要跑了，法务部要超前部署，不要让人给跑了。台盐绿能牵扯很多的弊案，背后的水很深，希望检调能够勇敢的查办，逐一的来厘清。好，结果呢，现在人真的跑了，所以来看到网友就说了嘛，龙介先呢、啊。言犹在耳，陈启玉还是跑了吗？还有人说真的是有够难看的，不管是民进党政府或者是陈启玉。另外有人提到法院放人也不会进行科技监控，摆明就是要纵容犯罪，让台南沦为了犯罪天堂。那更有民众党的立委就说了，好，对比柯文哲现在又继续再被延长羁押2个月，结果呢，好，真正落跑的是民进党自家的权贵陈启玉，所以这个让民众党这边也是非常的不满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视讯邀请到的就是前立委孙大千，大千哥早安。哎，宜林早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。好，所以大千哥，我们就要继续来讨论一下这个陈启玉现在呢，人是已经凭空消失了，也完全不知道他人到哪里去。那检警就说了，最快在今天就会发布通缉嘛。但是你发布通缉，人真的抓得回来吗？当然抓不回来哦。就陈启玉如果真的顺利的让他逃脱了，让他顺利的不管是做筒子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，然后潜逃出境哦，那么事实上，陈启玉要回来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各位仔细看一下，在陈启玉这个案子里头牵涉到两个重要的关键哦。第一个重要的关键是又是光电弊案，就在民进党内，光电弊案似乎是一个永远碰不得哦、查不得的一个潘朵拉的盒子。到底这个案子牵涉了多少人？为什么这个案子这么的扑朔迷离？只要碰到了光电弊案，总是会有一些奇怪的事情会发生。而今天陈启玉即将要被调查的就是台盐跟光电业者之间的关系，这才是值得大家要认真注意的哦。就究竟是什么人还在陈启玉背后？光电弊案究竟牵涉到多高的层级？高到宁愿让陈启玉跑路都不能够让陈启玉接受调查，这究竟中间牵涉到了什么问题？那么这个民进党总要说清楚讲明白吧，你不要抓了一个柯文哲一压再压，想尽各种办法来压人取供，可是你自己的陈启玉说跑就跑，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吗？而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来咯，各位知道陈启玉不是忽然被调查的时候，比如调查前夕他发现了、察觉到风声他就跑了，不是，他是已经被申请羁押一次，然后呢，当时这个说吴宝请回，然后检察官抗告、然后高院再发回说这个应该要羁押的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各位知道，也就是说陈启玉早就知道他即将被羁押，只是他运气好，就像郑文灿一样，不晓得为什么在地院的法官认为说他可以无保请回了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检调跟相关的单位难道不应该启动防逃机制吗？就如果你今天正常来讲，你是一个有能力这个潜逃出境的人、你是一个政治人物，你有一定的政商关系，当你知道你即将被押了，你好不容易第一次逃出升天，然后你第二次你还会坐在那边等着检察官来押你吗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人起人疑窦的是，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警方没有启动防逃机制呢？
就他即将可能被押，而且背后牵涉到一个这么大的案子，他牵涉到的不是一个小案子，不是几万块、几十万、上百万，可他不，如果讲到了光电弊案，可能就是几亿啊，以亿来为单位来起跳的了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没有启动防潮机制，究竟为什么？所以我觉得其实，现阶段民进党恐怕要面临来自于社会，极大的两个质疑的焦点就在于：第一，光电弊案为什么碰不得？为什么只要碰到光电弊案就办不下去了？民进党这群政治人物，你们到底跟光电弊案中间扯了什么样的关系？到底光电弊案的利益是有多庞大？到底分给了多少共犯？到底这个层级有多高？第二个，民进党必须要面对社会大众质疑的，就是既然他已经第一次被羁押不成，即将要开这个第二次羁押庭的时候，为什么在这中间的过程，警方没有掌握他的行踪呢？这两点哦，如果民进党说不清楚、讲不明白，说实话，以后民进党别在台湾办任何人了，你自己人都办不下去，你自己人都不敢办，那你去办别人干嘛呢？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五种 EGF，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活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即刻启动冻龄密码。